你怕了是吗？这就是拜鸟族被你灭绝见血的灵堂，看见了没有？拜鸟族的冤魂和你绞死他们的魔丝还在到处飘荡。我娘曾经多次向我显灵，要我以我的血发誓，向你讨回我们的血债。你带我到这里来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带你来回娘家归宁。谁骗谁呀？是吧？我们故意让你得到秘籍，然后用杜撰的魔界入口将你骗来凤凰神殿，我们再集合人神之力将你击溃。哈哈哈哈，编得好。魔界我是闯定了，至于你们人神要合力来击败我，那才真是鬼话了。天魔，你今天就试试看吧。放了我的女儿，放下屠刀，弃邪归正，你还有一线生机。哼，我已用无形魔锁将你女儿困在我身边，你们若敢伤我，我必然跟血凤凰同归于尽。可恶。玉豪，不，要不是血凤凰阻止我，早将他碎尸万段。祭司，八龙星求见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魔女，我求你放了我妹妹。你说什么啊？我听不到耶。来，来这边坐啊。我也求了你放了我。你们魔界中人只知欲取欲求，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。那么我也将你变成魔界中人，好让我欲取欲求啊。魔女，我也曾跟你一样是个嗜血成性的魔道中人，但是血凤凰的爱改变了我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呢？不要在我面前提血凤凰的事情。就算天魔化成中豪模样，占有血凤凰又怎么样？他永远得不到血凤凰的心，得不到血凤凰的爱。你也一样，你越爱我越想占有我，只会使你变得更恶毒更可怕。没有关系，只要我掌握住至高无上的权势跟武力，你还会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八龙星，你就像是我手下的一只耗子，我要杀要剐易如反掌，但是目前我还舍不得杀你呢，我先把你好好的玩上一阵子，之后呢？然后我再把你一口吃掉。来人呐，将八龙星压下去。你怎么对付我我都认了，我只求你放过红英。放心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，因为我跟你妹妹合练蛇蝎大法，缺了她少了我都是不行的。你绝不能带她闯魔界，魔界魔障重重，多少魔界中人闯进去想获得盖世武功，但无一人幸存而返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你不用管。红英呢？知道魔界中的事吗？她不知道吗？好啊，我助他修炼蛇蝎大法，他竟
竟然敢隐瞒我，背叛我。戒大门要开了，拼死也要守住。神女，魔戒大门就要开了，你先走。你的灵魂要是被吸入魔戒，就会烟消灰灭。顾不得了，大家准备吧。是一样的，蛇蝎大法缺了蛇或是蝎都是不行的，不是吗？我们应该团结一条心呢。
汉伯直。雪凤凰，你好好静养吧，我会找人好好服侍你，因为你是打开我所有想要的东西的钥匙。主好，吓你一跳是吧？那是中豪的躯壳。你释放中豪的躯壳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暂时让他休息一下，因为我另外又找到其他可供利用的躯壳。是谁？你是谁？就是你。哥，哦，你回来了。是谁放你出来的？没有人，都没有人。那个地牢除了你和我，没有其他人知道。你现在要去哪里呢？钟好和血凤凰，因为犯了人鸟结合的大忌，所以钟好的元神被天魔拘禁。形体被天魔盗用，应验了凡人男子会遭横祸的传说。听说解救凡人男子为恶的唯一方法，便是让血凤凰和另一凡人男子结合，将厄运跟灾难传下去。哼，而你就是另一个凡人男子了。是的。你真的愿意？就算能跟血凤凰成为一夜夫妻，我死也无憾了。哥，你真是一个情痴情圣，我都要向你致敬了。起码我还成全了你。钟豪的形体和元神都是你的了。
城主。